你是很困难的，对人来说，除非你把起因清理了，回到过去，把你的因清理了，那真的是要回到，那这个人神通自在了，已经，那个也不会那么苦，就这样。回到过去把情清理。把因。哎，就是，比如说你，你举个例子，你偷了这个手机了啊，你今天在承受这个果报，可能被小偷被抓住了，那你偷这个手机，假如是前天偷的。那我要改变你的今天这个历史，我就得回到你的前天去阻止你偷这个小偷。那你今天就实现的就不是小偷的果报，这就是美国那个大片。怎么不可能的？这个时空是个幻境，让你看见啥你看见啥，你以为你看见的是真实的。过去发生的好像也不太真实。会改变的，会干扰，有外力强的会干扰，你看见的就不是真。你今天应该看到什么？如果是按自然规律呢？如果有外力干扰，你可能看到的是另一个东西。告诉你，别以为你的眼睛是会每天看到三维角度都不是实相。假如我的神通足够的话，今天本来这个杯子在这儿的，你是看不到的，就放在这儿你就看不到。我告诉你，我可以干扰它，干扰这个东西消失在你面前，你永远看不到我坐在你面前。就是这个是完全可以达成的。它不是蒙蔽，它是时空的转移，它不是给你折眼法，它不是魔法，你知道？有一种方法是魔法，就是那种幻法幻变，把它变出去了，或者是我就造了一个能量，或者是我把你催眠，你是看不见的，甚至我把你头脑催眠，我这个就放你面前，你就是看不见，而且甚至你的手可以从这杯子穿过去，你都不知道，催眠能催眠到这种程度。人真的是太虚幻了，这个时空你不说，如果是神通、五眼通、六神通啊，我想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告诉你，你可以看到，你可以看不见，随你，随我，不是随你，是一般五眼六神通的人不干这些事，就是没意思嘛。你让你看见不看见又怎么样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佛的光啊，那种神通境、神变境界不可思议啊！什么从这射个光，让你看个地狱，这太简单了，那都是小儿科了。那些事，你看个《华严经》里边，就都是小儿科，就像《法华经》这射个7200万仿佛图给你看啊，那演电影啊，那都是太小了。你都是人家光里边泄气的，人家光一收你掉下来，开玩笑的，就像那个说笑似的。我看看什么笑声，两个喝醉酒的何宝林，你们听过吗？何宝林两个喝醉酒说醉话，然后他拿个电灯，他拿个手电筒，那个说灯打开个手电说你爬上去，让那个喝醉的那个说，看了半天说我爬上去，你硬快门我掉下来。你没有了，我不掉下来。喝醉酒了，表演侯宝林的相声呀。佛爷爷，快门你掉下来，就那样的。那会不会一套大摩托来耍我们呢？谁呀？魔界的之类的这种。人家看不上你，灭了吧！人家耍你，人家自己还好玩的，是吧？你会去耍一只猫跟小狗吗？你会跟只鸡玩的不亦乐乎吗？在外边，你不在这儿喝茶，现在说，哎呀，你出去，那只猫挺寂寞的，你跟它玩，你给它玩个道理，它肯定没看过。你会去吗？魔道众生，你以为天魔道众生很，他不可能跟你玩的，知道吗？天魔道众生也是赚天界的嘛。嗯，看不上，说句啊，嫌你低档。我们人局限性嘛，你太局限了，人家都有神通的，都看很多维度的，你这不好玩，跟你玩不跟你玩。所以有人说附了天魔了，我还得看看他够不够对劲，附了天魔根本就不需要我去处理，你啥也不知道，人家天魔到一个魔王怎么可能附在你身上呢？你自己走火入魔了，脑子想偏了，说我跟上魔王了。那么真的魔王，你要是真附上魔王的一类的人物，那你也得是够栋梁，你得上了那个等级才能招人那些，是吧？